喂，华哥，咁啊，成日都听人哋讲啦，瑞士制表有三大复杂功能啊，系边三大呢？咁一定系陀飞轮啦，repeater 啦，同埋万年历啦。系，咁啊，今日呢条片我哋就有一只啊陀飞轮啊，要介绍俾大家，仲要系一只非常出名嘅瑞士品牌，即架。系。JLC 即架係真係頂級嘅牌子啦，係亦都出好多自家機芯啦，咁啊，確實都好多牌子用過佢啲肌肉啦。係咁啊，呢一隻就係 JLC 嘅 Master Day 嘅陀飛輪，咁啊呢一隻係一隻玫瑰金殼，有39mm 嘅呢一個玫瑰金殼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哇個後邊非常之靚啊嚇，呢副978機芯。是金陀嚟嘅，咁如果以中置陀飞轮以咁嘅牌子咁嘅级数，如果定价50几万，真系已经系偏平啦。今日仲有一个超笋价，哇，几多折咧？讲出嚟真系真系半价。哇，咁即系折到嚟讲紧20几万，有一只 JLC 金标陀飞轮嘅金标。咁以呢个牌子嘅级数。比較其他牌子，我諗20几万真係買隻普通金錶呀。係，咁啊呢一隻咧，嗰、那個面啊，亦都係米色啦，嚇、啊、配襯起嚟嚇、啊、非常高貴啊，同埋復古啊嚇。咁 啊配搭呢一個陀飛輪嚇，成、啊、隻 JLC Master Day Tourbillon 啊，真係非常值得收藏啊！講緊20几万就可以搞掂啦。係，確實真係。用最便宜的價錢可以買到一隻咁複雜性的肌肉，是仲要是頂級牌子喎、哦。啱啦，咁啊，只此一隻嚇、啊，今日有時間落嚟嚟窗邊睇下啦，淨係翻咗一隻嘅超筍價嘅 JLC Master Day Tourbillon 啊，拜拜，拜拜。